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每天按时出场的花痴小妹。今天呢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继续开箱，看是什么好吃的。哇，今天我们继续吃好看的棒棒糖，给大家看看。这个棒棒糖啊，有不同的造型哦。哇，这个是脚丫笑脸造型的。这个呢？哦，这个也是。这个是玉米造型的。这个是毛毛虫造型的。哇，太可爱了！我先来尝一个玉米造型的。小时候啊，最喜欢吃玉米糖了。哇，好逼真呀！看着这上面玉米粒一颗颗真饱满，嗯，哇，这玉米的香甜呀，就是这个味儿。嗯，大家看看这个脚丫，这个脚丫呀是水晶脚丫哟，晶莹剔透的，真好看。这个放回去。发觉这笑脸没了，原来是袋子上的笑脸呢。嗯，这个口味很独特，水蜜桃口味的。哇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个脚趾头，没错，就是脚丫。跟我的比比，哎，还是别了，他的肯定比我的漂亮呀。嗯，嗯，这个是毛毛虫的，啊。好像是一个大毛毛虫带着一个小毛毛虫呢。咦，给大家看看，哇，好像是虫妈妈带着虫宝宝呢。嗯，太美了，青苹果口味儿。哇，我感觉这一对好有爱呀，这样的糖啊，小朋友们肯定会超级喜欢。嗯，玉米脚丫和毛毛虫，你们更喜欢哪一款呢？我喜欢这一款，因为这一款太有爱了。嗯，看这上面，哇，还有一个米老鼠的，差点就把它给漏掉了。哇，这个米老鼠有点特别呢，三种颜色加在一起的，甜甜的奶香味儿，这造型还真好看，有红有绿。嗯，每当吃糖啊，就会特别开心，就能回忆起小时候，觉得小时候吃糖呢，真是一种奢侈呢。一颗糖啊，可以让你高兴一整天呢。哇，现在可好了，想吃什么样的糖就吃什么样的糖，实在是太美了。嗯，好了，那我们本期的创意造型糖果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喜欢的朋友们，别忘了关注和点赞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